我讲吼，咱香山呢其实是地理上好的所在，是咱讲地理上好的所在。咱香山是咧客家湾区，甲这个客家湾区，另外一个叫竹南湿地，竹南迄个基地一中，照讲是咱这个所在都好咧遮。咱只要咱这个所在好好来规划，咱香山这个所在好好来规划，咱是会使变作是一个足好的大个所在，居住环境对迄个大个环境足好个所在，甲一个生活环境足好个所在。结果无咧，咱香山即马是厝起足济个啦，厝是起足济，啊拢乌袂起。尤其像你去记者来讲，香山工业区、香山客家园区，无香山工业区，香山工业区咧，甲你起一寡遐啥物工业住宅，起啊起乌，大安尼就起甲安尼哦，即马要去甲做，要阁整顿哦，足歹整顿个。阁刷落去，咱香山啥物，足济往啥物都市计划迄个啥物农地啦。迄个做田的地啦，啊，咱知影就是讲吼，迄留落啊，是代是代哩留落啊。即马吼做田安怎呢？家己的地拢变啥物呢？每个人做田拢做啥？做一分两分啦，一分两分哪有人咧做啦？无可能咧做啊！一分两分的地哪有可能做田？无可能嘛！啊，大家拢囥个遐远啊！啊，结果伊嘛是甲围做农地啊，无爱互伊起厝啊，无爱互伊落啊，嘛是甲个都市计划里面的农地啊，嘛是甲囥做是农业用地啊。啊，这拢是无合理的，这拢无合理。好。啊！咱即下要发展香山，要甲遮个人、遮地，吼，也是讲，予较侪人有就业的机会呢。咱要安怎做？咱就要发挥咱香山的特色，发挥咱香山的特色。要安怎发挥香山的特色？真简单，咱两项物件。第一，就是讲，咱天然的资源呢，咱来好好利用。第二呢，咱交通爱做好，交通爱做好。这两项，若做好以后，咱甲新竹结合起来，以后咱规个全新的城，规个全新的市，规个全新的市。咱会使变作是一个观光的大市啦。咱即摆定下讲，咱客家园区遐人赚足侪钱的，但是呢，因拢无爱在新竹消费，因拢去倒消费，因拢去台北消费，去台中消费，无爱在咱新竹消费。咱以后爱予遮个人在咱香山，在咱新竹市消费。不但是安尼，咱也要吸收全台湾的人拢爱来咱新竹消费，爱来咱新竹消费。啊，咱香山呢？就是变作是一个真重要的所在，我才拄仔讲资源的迄落资源，迄落观光的迄落资源的足好的一个所在。啊，怎讲观光足好的所在？咱知影，咱香山有海，这边西花这边有海，东边迄边有山，咱的山并无悬哦，咱的山并无悬哦，吼。咱好好来处理这个问题。山的部分呢，大家知影，大家知影。但山的部分呢，咱起码已经有一个19公顷的青青草原，无够来伤细啦。迄本来有40几公顷，迄阵刚才头拄我讲的新竹试验呢，迄个40几公顷，咱40几公顷，佮加上即摆已经无咧使用的即个啥物香山牧场，迄、那个饲牧牛的迄个香山牧场，加落60几公顷，咱来个即60几公顷呢，好啊甲规划起来，好啊规划起来，变作一个足好的运动公园，啥物？各位。咱遮若有一个足好的运动公园呢，咱遮的土地拢会起起来是安怎？因为足侪人爱来咱遮住，尤其是园区遐人，因会使看到即个啥，会使看到即个大自然、大自然的即个树啊啦、鸟啊啦、等等啊，遮个物件，因来咱遮住，爱来遮住呢，大家若要来遮住的时阵，咱自然咱的地价都会起来。不但因来遮住，咱地价会起来。过来是啥物？过来就是咱做生意就较好做，咱做小生意啊，就做较好做，较侪人要来甲咱交关，较侪人要来甲咱做买，咱就会趁搁较侪钱，过来，咱有海，咱有17公里的海，但是17公里的海呢，无够。我认为坐脚踏车17公里的海呢，有一挂所在咱会使补强，因为一挂所在呢会使用休困。咱就做一个休息站，伊骑脚踏车骑到遐，感觉哦会使休困啊，咱互伊做休息站，互伊对休困的所在，啊，住遐会使互伊卖凉的啦，是无食饭啦、餐厅啦等等，互伊住遐住。过来，咱知影咱17公里的海呢，干那住喺即个海边啊咧行，嘛会感觉真单调。咱有时啊呢，互伊行入去河的内面，脚踏车会使坐入去河的内面，咱知影咱香山即个有一个克雅斯，咱这克雅斯呢？会使阁骑只车道呢，会使阁做甲青草湖，可以会使骑脚踏车骑甲按咱海边骑甲青草湖去。大家都怎来骑脚踏车？不但是安尼，唔是干那骑脚踏车尔，咱住喺这个风情海岸，
咱风清海岸会使安怎？咱风清海岸会使做木头的栈道，做出去外海，大概使迄个湿地，迄是一个湿地，吼、哦，迄一个湿地，迄有足侪生态，毛蟹啦，各方的，咱人拢会使落去看，足迄落足侪生态的物件，啊，鸟会来吃啦，等等啦，吼、哦，足侪生态物件，生态物件在遐，咱会使人会使行出去较外海，去外海去看。看咱香山内面有偌水，咱的山有偌水，咱东边的这边的山有偌水，安尼就予真侪人想要来咱遮观光，来新竹，伊来遮观光以后呢，伊爱住在新竹城内面，伊爱住在咱遮，伊想讲住在咱遮，伊感觉足清爽的，伊爱住在咱遮，咱遮商业就会起来啊，对不？啊，当然要做这個，搁另外我头拄仔讲的，咱的资源，咱的天然的资源。有的时阵，咱过来啥物？咱交通爱创好啊！你交通人歹，一日干唔敢塞车？干呾塞车要来遮呢？要来遮干呾要塞一个车来，都要几啊点钟呢？绝对是无人爱来。所以呢，咱这个交通的动脉，这个动脉，这个大条路，绝对爱创好通起来，创好通起来。头一条路爱通起来啥？我的看法是安尼，真简单。咱景观大道按高速公路落来以后，去到咱五堡路就爱冻掉的，走袂去。迄条路。绝对爱按竹光路趟个竹光路、五零路去你个东西巷，迄个是一个环向的道路啊。对，变做是啥？按哈好。那林正哲一民调第一的，怎样？肯定第一的。企业来负债200亿，你做什么代志？第二样，实际还有人十八千三以下，其实民调第一名，不代表说评比。对对对对。要不你也请，如果我爱讲乌龙，要咱家己清楚了。重点对啊，咱大家听了，增加人，啊，不是爱钱，是死人啦，从少年头，你老人年轻的，从你下来做事啦，即摆学啊无用差，啊你话青春是啊，讲起来听有。对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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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，我讲刘兆玄，你们算什么小院长？比我较无灵咯，我讲真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伊毋知咱百姓的艰苦，伊是一个教授、一个学者、一个校长，伊要做啥事啊？哦，我讲啊，错，你问错伊哦，歹势吧？是确实，确实是。阿妹，属实。这讲的很有道理啊。